生的城市的夜里，我在找寻，找寻我自己。爱后余生，痛彻心底。去哪儿？不用你管。那你去找找高红旗，看他有没有办法。这事儿啊，有难度，我也不敢打保票，尽力而为吧。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你必须把陆建国捞出来。如果捞不出来，我就把你跟菊香的事告诉爱华。你狂犬病啊你，乱咬人。我怎么乱咬人了？陆知青本不该姓陆，他该姓高，高知青，你知道吗你？行，小点声。爱华去接小倩，这马上就回来。哼，你自己知道就好。你必须办成啊！如果办不成，到时候你可吃不了兜着走。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哎，
还学唱歌了没有啊？学呀。学个什么歌？小金鱼。哦，又学了个小金鱼呀。哎，爱华，怎么在这儿坐着呀？康梅，等你呢。快叫梅梅阿姨。梅梅阿姨。哎，真乖，越长越漂亮了，小倩。什么事儿？等我。我想让你给高红旗吹吹枕边风。你都不跟我说什么事儿，还吹枕边风呢？哎呀，你就别问那么多了，什么事高红旗会告诉你的啊。我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小倩，爸爸，哎，怎么样？今天乖不乖啊？乖。嗯。哎，刚才康美找你什么事儿啊？他没跟你说吗？他让我问你啊。爸爸，咱们回家吧。啊，好，走。他能有什么正经事儿？来，走，不不不不，走吧，走。不骑了，回家再骑啊，宝贝儿。不，我现在骑。好，你再骑，来，来，嘿，再轻点，对，够不够？是护心纺织厂对吗？是啊，姑娘，你有事儿吗？我找个人。你找谁呀？我找陆建国。姑娘，你是陆建国的什么人呢？我是他乡下的亲戚。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？陆建国搞投机倒把，被公安局抓起来了。什么？他现在在哪里呀？关起来了，在监狱里。监狱在哪？上海这么多监狱，具体在哪儿，我也不知道。哑巴哥，人太多了，你在这儿等我，等我啊，拿好了，啊。有去广西天柱的车票吗？有，11:20的。哎，要两张，
谢谢。哎，快点。钱让人给偷了，可能是刚才碰我的那个人给偷的。哑巴大哥，小千睡了？睡了。你怎么随便就答应孩子去公园呢？这明天厂里还有事儿。这明天不是礼拜天吗？厂里工作忙吗？你别老想着你就是个厂长，别忘了，你还是孩子的爸爸。哎，今天抗美找你到底什么事儿啊？陆建国被抓了。什么？吴某，是吧？抓住吗？谢谢。老板，点菜，一个四鲜烤麸，一个盐水鸭，最后再外带一碗大排面。好，你先坐。哎，好。你把我钱还给我，是你在火车站偷了我的钱，你把钱还给我吧。你不要胡说，谁是小偷？你其实是我给孩子看病呢，我求你了，你把钱还给我吧。你不要血口喷人，谁是小偷？是偷了我的钱，你把钱还给我。谁是小偷？你十三点了，你是你偷的我的钱，我记得你的。哑巴哥是他偷的钱。在这我捅了你，我跟你说。
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说这一次多亏那些警察同志，对吗？幸好他们帮我们交了医药费，救了你和小知青。这个情啊，我将来是一定要还上的，你放心。哎，怎么样？哑巴哥，这些天我想了好多，这么多年来多亏你，多亏你照顾我和小知青，你也一个人，没有人能照顾照顾你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回去之后咱们就在一起过吧。再这么瞎碰瞎撞的，我看是不行。咱们得找个捷径。上哪里找捷径？市政府。市政府？找你爸爸的那些老战友说说看。啊？那还能怎么办？只能试试看呗。我好像看见菊香了。哎，在哪儿啊？我刚才好像就看见在那边。哎，怎么不见了呢？你看错了吧？菊香在乡下，怎么可能到上海来？刚才我看见那个人的确很像菊香。像也不可能是啊，再说了，菊香到上海来，不可能不找咱们呀。走吧。但愿吧。请问你找谁？你不认识我了，我是菊香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您就是那个在火车站丢钱那个菊香。对。怎么病都好了吗？怎么没在医院多住几天啊？病好了，不用住了。来来来，屋里请，屋里请，来。哎，来来。警察同志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在呀？哦，今天所里有任务，他们都出勤去了，就留我一个人在这儿值班呢。这次吧，特别感谢你们，救了哑巴的命，还帮我们交了钱，
要不然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哎，这都是我们警察应该做的事情，你啊就不要挂在心上了啊。我们今天就要回去了，我呢让医院的人代我写了张欠条，我在上面摁了手印，他算数的，你代我交给大家好吗？哎，菊香，您这是干什么呢？这个我们千万不能收的。这一定要给你们的。您这不是打我们警察的脸吗？我借了钱一定得还的。你听我说，是这是我们大家义务捐的，不用还的啊。那我先拿着，以后我还是得把这钱还给你们的。那我们就先走。那以后再说吧，啊。那警察同志，我们这就回去了。那好，以后在上海有什么事儿，尽管来找我们啊。一定的。哎，警察同志，你回吧。没事，我送送你们。别送了，你还有那么多工作要忙呢。哎，八哥，谢谢你们。那你这干啥呢？来，起来。那行，那你们就先走，我还有点事儿。哎，好，再见。带我们一定要感谢那些警察。好的好的，祝你们一路顺风啊。带我问那些警察好啊。好好，一路顺风啊。我捡起来，不捡怎么着？你给我捡起来！他妈的，还挺横你！打！我和红旗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，这个结果我们也不愿意看到。都怨我，我本来是想帮他的，可是没想到，哎呀，真倒霉。你什么时候去监狱看他呀？干什么？叫上我。我刚刚去过了。他在里边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他跟同监的犯人打架了。瞧他这脾气，为了什么呀？为一朵花呗，为一朵花就跟人打起来了。可能是因为这朵花对他有特殊的意义吧。换做某些人也是一样的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自己去想。我还有事儿，我走了。
爱华，我中午不回来了，自己做饭吃。爱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。下次别再来了。为什么？我知道，你是想跟我保持距离。其实你没有必要多想，我是作为一个普通朋友来看看你而已。你的伤还疼吗？没事了，谢谢。陆建国，都这个时候了。你也别再跟我装了，别再跟我那么客气了，行吗？对不起。东方怎么样？还可以，异地为官。异地为官？他去了一个羊毛衫厂，还干他的老本行。他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办事时间到。建国，你要多保重。建国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能告诉我，那是一朵什么花吗？菊花。红旗，嗯，如果有个人跟你抢一朵花，你会不会跟他打起来？我一朵花跟人打架，神经病！什么花那么珍贵？金子做的，一朵菊花。什么菊花不菊花？哎呀，我现在是有老婆的人，路边的野花我可不采。哎，哎呀，睡吧。嗯，鞠躬！
哑巴哥，陈会计说，这个汇款是建国哥寄给咱们的。我在想，建国哥现在都成那样了，他怎么可能给咱们寄汇款呢？就算是他寄的，现在他有难，咱们帮不了他，这钱我们也不应该收啊。我想把这汇款给退回去，你看行不？失望了？哪儿的话，你能来接我，高兴还来得及。算了吧，别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阿华，快上车吧。傻了？走吧，红旗跟东方在酒楼等我们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还快，人在里边都觉着度日如年，就你还觉得快。来，坐。就是过得快。梁红旗啊，二花，你们两口子是怎么把陆建国给弄出来的？你问他吧。嗨，我们哪有那么大本事啊？这不现在改革开放了吗？由计划经济转成市场经济，投机倒把早就成老黄历了，只不过是让建国做了一回殉难者。所以啊，我们要感谢历史，是历史让我们学会了改变。呵，几天不见，快成哲学家了啊！在里边这几年，时间多了，想的也就多了。哎，这菜怎么还不上啊？哎，我去催。我这个是厂里最低价了，只要好卖。我这儿是你要多少给多少，反正我供销科长说的算。那就多谢了。你还别先说谢，我也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。说。我跟曾康美的事儿你是最清楚了，不瞒你说，跟他相好这么久，老是对他割舍不下。接着说。想请你开导开导他，他听你的。你怎么知道他就听我的呀？你那副英雄苦难的味道很容易让女人喜欢崇拜。曾康美对你感觉不错，他肯定听你的。那真像你说的那样，我就试试。多谢。我走了。好。老板，这阳门山怎么卖啊？便宜。是你们。陆老板，你这阳门山多少钱一件呀？你们买不要钱，看好了拿走就行了。好，这些我都买了。哎，干嘛呀疯婆子你？我都要了。来。你要是真那么缺钱，我倒有一个好办法，可以让你有钱。你说。办法很简单，你嫁给我。你笑什么笑啊？你这个疯婆子，想嫁给你的人不是我，是另外一个人。谁？
应该知道我说的谁。你是说赵东方？嗯。他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？那倒没有，不过我发现他对你可是一往情深。哼，嗯，我明白了，他是派你来当说客的吧？哎，其实东方这人啊，身上优点挺多的，你们以前的误会也该过去了。哼，那个混蛋派你当说客，真是太绝了。这一招要多狡猾就有多狡猾，而你呢，恰恰相反，说你多愚蠢就有多愚蠢，真是。陆建国，你是在对我进行精神谋杀，知道吗？讨厌，不理你了。哎，再坐一会儿。放开我。他这是怎么了？我也把他得罪了。那我想，我是真的该从他身边隐退了。你也别灰心，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。算了，说点别的吧。对了，我给你批的那些羊毛衫卖的怎么样啊？哼，太好卖了，刚一摆出来就让曾抗美给买走了。哎，这还没动过呢。我们要去香港了，我要去香港了，我要去香港了，我要去香港喽！哎，你去哪儿？我要上香港了啊！明儿我就走了啊！我带你回家。来来来来来，爸爸帮个忙，帮个忙，快，小心点啊！哎，慢点，慢点。快，去拦车，快点！哎呀，我背你慢点啊！快点，快点！耶，你去怎么在这个地方呢？哎，你什么时候过来这个局？你是偷走棋啊你？我偷走棋啊？你开玩笑！我高大杰堂堂正正一辈子，我会为这小小的一盘棋毁了我的名声啊？我也是不会冤枉人的，我好大个也是堂堂正正一辈子，我冤枉谁了？再正的树也有影子歪的时候，你敢说你？哎，你们俩这又吵什么呢？哎，你来的正好。高红旗同志，你来给我评评理。你爸爸跟我下棋，他偷走棋。那偷走棋啊？那不行，这不对。你怎么知道我偷走棋了？你岳父大人一句话你就信了？爸，你大人有大量是吧？算了算了啊。啊，这么说我是小人了？行行行，你们两位我谁都惹不起。惹不起行了吧？你们接着下，好吧？你呀，拍拍媳妇儿的马屁还可以，没有必要连岳父大人的马屁一块儿。嗯，建国，家常吗？建国，这怎么回事？我叔叔死了，我送他回家来看看。你别弄这儿来呀！这算怎么回事？这。到家了，
好睡。让他在这待会儿吧。可惜这不能开他的追悼会，不然我会当着大伙的面说到他几句。怎么不能？我看可以。陆家良对国家还是有贡献的，虽然我们这些老东西已经退下来了。红旗啊，我们挺建议还是可以的。你是厂长，你决定。红旗，要我说，追悼会还是可以开的。平心而论，这老头这一辈子也没做过什么坏事，坐牢的事情不是已经频繁了吗？小张，小张，哎，你见到陆建国，让他来一下，这里有一封从香港发来的加急电报。香港。